对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高飞牺牲打的记录，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安打了，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。郭俊佑今天个人的第一支安打，也让狮队在这场比赛是首度的超前，送回了三垒上的张泰山。这也是这场比赛呢南霸天首度的领先。嗯，两位打者上来攻击的欲望真的都蛮强烈的，都是挥击第一球，但其实这个球也投得并不差，打到棒子头。那当然以状况来讲的话，郭俊佑今年的一个调整状况到现在真的还不差了。